啊，我的铁，我的金胸甲也爆啦！安安 ，Hello Hello， 我的金胸甲嘛蹦啊！啊，我知道为什么要补十半砖的啦，不是啊，十全砖，因为水流倒下去的话，才比较好倒。哎、欸，不是啊，这样搞我啊！去上面打，来啊！你完蛋！干嘛？一直挡我！哇！知道我缺碳是不是？过来啊！你快点，没时间陪你玩。对不起，你慢一点。哎、欸，没吃的了哎、欸，你吃苹果了。烦哦！啊！崩溃！快点！就你最特别，啊！啊！烤土豆，然后。哦，对呢，我没深海漫游，这样该是会死人啊。
一下哦。没深海漫游这样盖，玩家生怪塔哎、欸。哦，好啦，再来我们时间要挖大量的石头了，要再去挖鹅卵石了。等一下哦。要留下来吗？没有。等一下，我现在好崩溃哦。让我等我一下哦。叽叽叽叽，怎么长出一个新的？气死！
没了吧？没了吧？我们等这颗苹果掉下来吧。究竟是这颗会先掉下来，还是燕妹会先出来嘞？我觉得燕妹会先出来。我头上没方块的话，好，这边。帮我把那颗苹果打下来，拜托，叶妹，拜托你了，求你了。我平时很少拜托人，太黑了吧？你在哪？哦，看到。没挥到左键，你怎么了？左键，你可以争气一点吗？啊，我等不及了。后面要养牛啊，所以才想说那个留下来。好，再来我们要挖大量的铁，不铁啊，石头，我先放里面。那这个拿来烧，你在烧什么？38241123。这个，然后这个，哎，这也没差，都丢进去啊。要做一堆鹅卵石膏，哦，做一个在下面好了，气死了！早该这么做了，硬不做，看吧，铁齿。
就这种人。早做不做的，在那边拖半天，浪费大家时间，就你最特别。烤马铃薯，好了，我们要开始 GIF。好啦，因为干那个工程真的需要大量的鹅卵石，不然又要私下自己慢慢挖嘛，所以弓箭传说打开。不是因为现在不是没有办法，就是切用那个什么，切画面，然后还会自动挖的方法，现在不行的不是吗？不然我就那样子。还是有办法吗？应该没了吧。目前有办法就是你切画面，怎么先全萤幕再视窗，还是什么挖沟的，这样可以那个自动定点挖矿的是吗？回来体力又满了呢，636装备，开始游戏。是有人做了一个小软体，可以让吗？真的假的？那也太棒了吧！不要靠怪怪的程式，这样才有玩游戏的感觉。除了刚刚一开始加速作物生长以外，那是一定要做的，不然我现在可能才开始在砍木头嘞。不对，搞不好现在才开始有岩浆，你知道吗？偷打指令，我没打，我没有打，没有，因为我跟你讲，为什么要偷打指令？你去看前面就知道了。这座空岛上面没有箱子，一开始只有三个 NPC 跟三块原木，然后你三块原木，第一件事情就是把它做成锄头，因为四个木材换一个冰块，然后木材又换，然后两个还四个换一个那个种子，小麦种子，然后你要等小麦种子长大之后才能做下一件事情，所以你刚刚看到上面一堆作物，那都是小麦种子换成，就一直换，一直换，换到后面才能换到一个岩浆桶啊！我上去给你看。等一下，哎呦，来这个给刚进来的玩家看，这个懂吗？一开始你只有四个原木哦，哎呦，你四个原木，你看做一个锄头，换一个冰块，再用一个小麦种子，你的木材就没有了。然后你下一步就是用小麦换那个嘛，雏菊跟罂粟才能换到橡木树苗，没有橡木树苗才能开始挖木头。你开始挖木头之后，就要用小麦种子再加原木才会有骨粉。你看这个以此类推，要一直下去才会有那个岩浆。
所以前面有偷偷用那个作物生长，不然我现在我搞不好现在才开始在用鹅卵石制造机耶。啊，你不是说不用好啦好啦，你别给我死掉了。哦，啊，对啊，岩浆只能换一次，没有，它还可以换，它岩浆后面可以用苏加什么忘记了，在第三个 NPC， 等一下我才刚定点好，又要再按哦，好烦哦，好，我们现在可以一次看了，没关系，好，这就是反正就是两个因素换一个素描嘛。那你的小麦就继续种，然后种出来之后，还这种重点来哦，原木是要等的，它不会算加速的嘛，所以那时候等了原木之后，我们终于拿到骨粉了，然后骨粉加种子得到南瓜种子，然后南瓜种子加种子等于西瓜种子，然后这两个才能换到甘蔗，然后就这样以此类推，换到后面终于有岩浆了，那再来这边都是矿物啦。矿物一些有的没的，那这个岩浆石头加书，所以我们需要就是换草地去找那个牛或马。所以如果我就说阿米狗如果玩这个的话，没有作物生长的话，我们搞不好一整体机每个人都站在那个岛上面彼此发呆。很好笑。好，等一下再上来说。说大家蹲下，至少可以催熟它嘛。然后它长大之后，是不是会从屁股打你一拳？蹲在树上面，树苗上面，然后成长，长大之后拍你屁股一下。作物生长想再调快一点点，我想让树叶赶快掉下来。
主要是想让树叶早点掉下来，不然那边干等树苗。是不是实盖什么的？你在问什么问题？这就是空岛啊，不是实盖那是什么？怎么可爱啊？我也只能回答这是实盖 block 而已啊。速度调30吗？我也觉得30左右，不要100就好了、啊。不然你看我现在就是边挖还在边想说上面的树苗都掉光了没。好，我们上去看一下，不然每次应该还在吧。30。好，屁嘞，那这样掉的速度快多了，我也比较安心一点。嘻嘻，想到一件事情，这两个是不是要土才能用啊？想说，好久没吃西瓜了，西瓜怎么还不长大？怎么会这样？呱呱怎么见了？这样是不是很危险啊？这不是会烧起来啊？嗯。在想什么？想就好啦。好，继续我们的伟业。然后弓箭传说继续滑。Sky Fest 什么鬼？就是那个超傻眼，什么都可以种出来。没有没有没有，不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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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个不是什么什么都种得出来的，这真的是纯空岛，只是有 NPC 可以交易而已。这东西哦，好啦，好，下次有机会我玩玩看好了。蹲下吹手，也太可爱了吧！
没差，你们聊啊，不要提到政治或其他实况组都 OK 啊，都可以随你们聊，但只是就是聊天的内容，请要尊重一下别人而已。没差，你们聊啊，反正我现在在滑弓箭传说啊。好很多准备我才去玩 ATM 的，不然我真的就是怕模组玩一玩玩到后面回不去，然后就是想想哦，不然一直玩原版好像又有点腻，所以就去玩一下 ATM， 然后果然玩了之后觉得头好痛哦，有好多东西自己以前都不懂。啊、可是摸熟之后觉得哦，好有趣哦，可以把模组的东西搞得跟殡葬业者差不多了，把团团家搞得跟殡葬业一样啊。没朋友你就花钱买朋友啊。没有啦，不是这样讲啦。你就说你可以跟我做朋友吗，我可以买麦块给你哦，这样子。没有，就人家就不知道为什么把 ATN 里面的各种模组拿出来玩嘛，玩一玩玩的跟就玩的跟把他家布置的跟灵堂一样啊。啊，为什么跟他讲说不想吃东西，还买车轮饼回来给我吃？好啦，是我喜欢吃的那一家，原谅他。反正今天，如果真的今天没有找到麦块这个空岛的话，我本来是考虑要画画，可是还好没画画，因为开台前稍微撇了一下，惨不忍睹。对啊，很没手感呢。
是说，那你就做啊。没有，有些人是帮忙挂台，你不要这样。而且，你知道提人数是一件被禁忌的事情吗？想要选三个麦块配方进行作业。要是没有这些人帮我挂台的话，我会死掉，你知道吗？所以虽然，哎呦，八，这样怪怪的声音，滋。听到水声，不是好像就是很像什么东西被烧掉的声音，好像又不是石头被烧掉的声音，那声音有点神秘耶。